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看第四，好，第四，三二一，哎，是王道银行，哎，其实王道还不错啊。对啊，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讨厌王道啊？来看一下原因哈。好，那个王道目前有多少人？有18个人投，然后他的投票率中奖率是5%这样子。好，大概是哪18个人的意见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觉得开户早的人都是傻子。有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就看我跟你讲？这个我有信，这个我有跟他讲到心声哎。我你到时候你说，他比较惨，我那时候也没好好拿去。我那时候办那个王大开会的时候是送环保筷，对，环保筷的餐具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刷的时候，那个打电话来，我说那个吴先生，请问一下那个环保筷寄到哪去？然后想说妈的，环保筷傻小，送东西也要送这样子，对。好，那你可以讲你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第一批，就是 PTT 信用卡板上看到说，哎，可以开户，我就立马开。所以我那时候的优惠就是零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我有环保筷啦，是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什么都没有、啊欸。这也有人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拿到好礼的吗？有没有拿到这个什么388的？这都是后来才有的。就是有没有跟我们一样？开户礼很可怜，就是一开始王道出来就办的。有人一开始就办的吗？有，还是有嘛？你也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。你是对啊，对，我汤匙。哦，我是筷子，你是汤匙。那我们可以凑一对，我们可以凑一对。我那时候是筷子。欸，所以其实王道他真的是一开始他、就是，可是他去年的优惠其实也真的不错啦。他其实就是重视后来的新客户，但是老客户就是不理他这样子，好，这是比较可惜的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理由了。你再点一下讲。好，他写的 APP 很丑。欸，大家有没有人在用觉得那个 APP 不好看？有哈，对不对？也是觉得他的 APP 实在是有点像是那个我们的那个Windows系统，我觉得很阳春。对啊，杜总都不学一下那个 Richard 都很好看啊，就被哎、欸，他到现在还不能用什么指纹解锁。哎、欸，对，他都用指纹登录，他现在都一定要 P 那个账户嘛，对不对？像那个那个王大明好，如果 PN 有在看直播的话，请你跟你们的、哦、那个系统工程师那个处理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两年前我参加他们的铁粉见面会的时候，他有邀请一些就是那个揪人揪很多的人，然后就来聚会这样子。然后他有一次就是找我们这些人，然后我们现场有人，包括我跟福马基，大家都有反映这个问题，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指纹或者是脸部辨识系统加进去？然后那时候他们的执行长叫 Jerry， 刚好跟你是一样的，然后他就说我们会排成，但是已经排了一年多来说了，是排成，非常的，因为大银行嘛，这我们真的没办法，就是去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推，我们也只能够反应了，那就尽量反应这样子，可惜。有人写感觉他是小银行部门，欸，没有，他很大，他以前是台湾工业银行转制过来的，所以他其实资本额是非常雄厚，因为他以前是在跟工业银行做打交道的，哦，他真的非常有钱，大家不要担心说钱放他那边，然后钱会跑掉，其实不会，哦，他们真的是财力很雄厚。好，他再就写忽视旧物啊，办卡太早办卡就新户有的卡面全部都没有这样子，分行少，他唯一的分行不就是内湖那个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有两个分行，一个在。对，尤其维修的一个嘛，维修有一个，然后在中孝东路那边有一个，它总共有三个分行。对，哎、欸，它那个分行是真的可以去那边做什么事吗？不行，它就是有一个门面，但是你要交易什么的，你基本上还是要。他们还是一样是没有监管机，对不对？到现在，只有它监管机只有在内湖的总行才有这样子。对，它基本上就是数位银行嘛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勉强人家要一个地方。好吧，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。